蒸藕粉了。这个藕粉啊，一罐是19.9块，拍两罐，然后赠这个杯子啊。这个的话，它是粉末状的，要加冷水稀释。刚刚弄了两勺，然后就要弄两勺水。这一步不能少，一定要给它稀释。加入滚烫的开水啊，一定是刚烧开的水啊。冲成这种透明的啊，稍微有一点点稀啊。你们喜欢稠的就给它，少放点水，或者是多放一点粉啊。冲成这种透明状的啊，透明状就可以喝了啊。